安全了吧，安全了吧，啊！我躲，我躲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！你看不到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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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不到我了，你看不到我了！躲躲躲躲躲，不行，他会看到我，中了！啊！给我逮到了吧？嗯，你说啥？我来这边看见捡到你的啦！我的呀，来啦！呼呼！咿呀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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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游戏呢，相当相当的经典啊！哇，经典到不行啊！之前的墨镜哥玩这款游戏被吓到一个屁滚尿流，呵呵呵现在呢，他这个出了第二集，不过这个是试玩版。那这个无论如何，有试玩版总是不错的。听说二的评价非常的不错，我们呢就来玩看看这个第二集，来一睹为快呗。好的，那他前面讲的呢是欢迎来到逃生二 demo。你的名字叫做布莱克勒吗？是一个摄影师，跟七子林一起工作。你们两个人都是调查记者。哦，又是记者 ，Come on！ 敢于冒险深挖井，这个是什么形容词啊？这个揭露那些不为人知也无人愿意触碰的故事 ，OK？ 你追踪了一个线索，有一宗表面上看起来不可思议的谋杀，死者呢是一个孕妇，哎呀，孕妇真名不详。调查把你带到深入亚利桑那沙漠几英里的地方，那是个如此黑暗以至于无人可以闻名的地方，在那里腐败堕落如此深远以至于发疯啊，没错，发疯或许是唯一理智的选择。公沙小啊，跨龙博啦。好啦，反正呢，这个人是一个记者啊，记者都是笑笑的啊，哎呦天哪，故事都是跟记者有关哦。这个第一集的这个主角呢，他也是一个记者，哎，出事的都是记者比较多啊。We lost the engine。哎呦，看来他跟这个他的老婆遭遇了不测。哦，一开始就搞得这么神秘兮兮啊！你以为你就吓得到我吗？嘿，我这个金身怎么想？身经百战呐、啊！我这个身经百战，我会怕你？他现在叫的他老婆令。哎呦哎呦，我的哎呀，哦嘿呀，哎呦，啊啊啊！这个主角呢，跟这个第一代的呢是几乎没有什么差别的啊。这个耐打耐操，不靠仇用啊。这个主角一开场也来个肌肉展示一下，哦，又是一个熟悉的工具啊，又是这个 V 八，哇！一开始主角就秀了一下他的 muscle 哈，英北很耐摔的，哈，这么耐摔的人没几个啊，一开场就要来个下马威。展现一下他的肌肉，展现他耐摔的本领。哦，这么高，你看看，啊，这么高，哦，刚刚摔下来，哦 ，Come on， 这起码有个四五层楼高啊，大哥，
你这上面摔下来，你没事，你唬我啊？好，行动，可以开行动，走，这个要去哪哈？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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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啥？哎呦，我刚莫名其妙扣血，这个是，哎呦哎呦哦哦，哎呦，这个会，这个草会吃人啊，哇，新鲜啊，这个啊，多弄出了新鲜的东，新鲜的题材啦，仙人掌会把我吃的哎哎叫，好，小心仙人掌，小心仙人掌。那还有什么啊？还有什么古怪的啊？这个人跳起来的样子，怎么有点滑稽啊？这个，但你看，你看这个跳的 pose， 什么？奔跑过长的时间会让我疲劳。哎呦，会让我疲劳？那我们来试一下喽，一定要来试一下疲劳是什么样子喽。之前前两座都没有这个。哎呦！哎呦哎呦，来喽来喽！哎呦，这个什么？干嘛？跑步嘛！这个好像跑得快死掉了，这个你这体力有那么差吗，大哥？就跑这一下子你就哀哀叫！哇、哦，这个主角一代比一代还要奇葩、啊。他说站着不动可以让我加速恢复嘛，是不是？哇，这个完蛋了！啊，正式开始，这个完蛋了！如果跑一跑就这样子，黑姑我觉得怎么玩？跑一跑不就在那边气喘？哇，那我等一下我就死定了！按一下。没得，没人 ，OK， 没人，我们走下对吧？有，有咯，哎，这个 feel 哈，刚刚绝对有人在那边走路，相信我 ，Trust me， you can make it。仙人掌，哎呦，啊啊。刺给你死！我操！我！我会不会是史上第一个被仙人掌刺死的主角？大哥，哇！被仙人掌刺死啊！啊！别闹了啊！认真好吧，恐怖游戏要正经，你把人家搞得那么好笑，这个作者会哭的，禁忌抖，我们要给他尊重好不好？认真的玩啊，认真。Is anybody there？ 干闹你那边突然叫一声。Please， 这个主角他刚刚突然讲话，害我吓一跳。Hello， 有人在吗 ？Hello， 哎呦，哎，没人。Hello， 有没有人呢？我在学这个主角他刚刚很。我在模仿那个啦，这个主角的心境啦。因为他刚掉下来嘛，他刚叫了一，他刚讲的话是说有没有人在这边，所以我估计他应该是很想要知道这附近有没有人，我就帮忙他叫一下好了。有没有人哦 ？Hello， 哦，没有人吗？哎呦。哎呦 ，Who's 这个月球漫步是不是？这个人，哇，这个打扮 Michael Jordan 是吧？哎呦 ，Michael Jordan，
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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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狗吹呀！这个 Michael Jordan， 哦，哇，一朵巨星的风采 ，Jesus， 喂 ，No。气氛不太对劲。哇、哦，这个 Michael Jordan 你来跑龙套是不是？串场的是不是？哎，动不动就那怪声音，不叫了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么铿铿锵锵的？是这个门嘛？可以进来喽！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！不给开，诶，不给开，啊，不稀罕，不开就不开嘛，不稀罕。哦，为什么你要放这样子的音乐？有什么事情吗？啊？为什么你要这样子搞？哎呦！干嘛？太臭是不是？这，这个是人吗？哎呦，看起来是哦。这手嘛，是不是？哦、哇塞！是他的内脏吧？哎呀，小孩子别看哦，晚上做噩梦。呵呵哎呦喂！哎、哦，这边也有人哦。这个是什么 pose 啊？这个看不懂。这里没有，这里没有东西可以进去了吗？这屋子设假的，是不是？看来这是。唯一一条路喽！啊，没人了，敲个门，敲个屁！哎，这到底是要做什么啊？没人呢、啊？啊，算了，下一针。Hello， 没有人呢、啊，这里怎么搞的？啊，刚刚不是有个 Michael Jordan，Michael Jordan 喜欢在外面拍拍照，不喜欢在家里面，是不是？打开什么？打开什么？哇！什么东西？哎呀！他刚说什么？什么什么靠着窗户？怎么贴近窗户？要怎么贴近窗户？哎呦，哎呦，跳进来了！这书上一定有什么诡异的。这个是，这个是干话不？什么鬼书？哎、欸，喂、欸。喂，有人，有人，有脚步声。喂，喂，咦，哪里，哪里，哪里？我干的，我的鸡皮疙瘩，干！有人呐、啊，在哪里啊？
办？这个怎么办？有没有听到啊？有没有听到啊？我觉得肯定要被那个人吓了，完蛋了啦！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清脆了，没人。还有电池，还有电池。哦，这个 V 八，不管是哪一代的 V 八都很耗电哦。哎呦，又没人了。故弄玄虚，不吃你这套啊！故弄玄虚，哈哈，这个钻狗洞。每一代的记者一定逃不掉这种洞的命运啊！那刚刚那个脚步声到底是要干啥的？嗯，坟墓。没电喽！要没电喽！完蛋喽！这又有坟墓！哎呦，这！好像是来到国外的乱葬岗了，是不是？什么声音呢、啊？别来呀！我跟你们讲，谁呀、啊？到底是谁？有字，什么字啊 ？SID。箱 ID， 目前为止其实是基本上也是没有什么恐怖的事情，看来这个游戏不值得畏惧啊！看来这没什么好怕的，哎，没什么好怕就走了，在那边畏畏缩缩的。像个男子汉一点，冲！啊，没什么好怕的，冲！在干啥？哎呦！哎呀，这些全部都是婴儿哎！哇！我靠！这个还排成十字形，这是？这肯定是什么邪教之类的。哎，这是我刚走来的地吗？这肯定是什么邪教或者是什么恐怖组织。哎，不对呀、啊，这不我刚来的地方吗？哦，我踩到什么东西？把人家踩到骨折了是不是？哇、哦！我是踩断人家骨头的声音是不是？哦、oh, ，sorry sorry， 我是故意的，排斥啊，排斥。哎呀，没事钱嘛！哎呀，大佬，别这样子自己吓自己，好不好？哎，放轻松啊，放轻松。Take easy, OK, easy, easy。这个怎么走啊？放轻松是没问题的，不过怎么走呢？哈？哎呦呼！难不成？难不成刚刚讲话的是？啊哈哈！我就知道，我跟你讲鸡巴！哦，
是我是掉下来的意思吗？哦，我肯定是掉下来的啦。诶，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难不成刚刚那个女生在讲话声是从这个管？哦，果然，从这个管子里面发出来的咯。什么什么？发生什么事情？我是从哪个鬼地方掉下来的、啊？上面吗？哦，这样一摔，摔得不轻啊！哦，这里倒是很明亮呢。哦，来到这里好像玩了另外一个游戏一样哦。哎呦，这是。哦，我也是智慧型手机的遥控器啦。这个场景做的好像越来越真实了啊！搞什么东西啦？这里面那么亮，这外面暗的，哦，嗖是什么状况？这个谁？啊，你看，这个会不会太 over 啊？好像天堂跟地狱一样。这哇，我在这里面好了，我不要出去了，好吧？这外面那么暗，我谁要出去哟、哦？哟，锁的。知道这什么状况了吧？哈，这个就是安排好的死路啊！你这。你就肯定是要在这边玩什么捉迷藏的咯，这个是不是可以打开？哎、欸，不行啊、哦！看来这个没有什么储藏柜可以躲的咯。这也可以躲吗？哎呦哎呦！哈哈，熟悉呀、啊，这个。看来这一个游戏，这一代。应该也是躲不了了。喂，喂，这个 Jessica and Lynn， 啥？ This was Jessica's。别别，别播放音乐，别播放音乐啊！敢不放不行啊！哇，又是音乐盒，讨厌啊！这个放下去肯定没好事。我慢慢转好了。啊，放回来这个。先生，你手一定要……哎呀哎呀！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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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哎呦，什么什么什么？哦，电池！哎呦，给这！有什么事情？有什么事情？刚刚好像什么？我、哦、来了！喂！哇！有鬼！啊！我打了！躲不起！什么了？干你啊！我就知道！哇！跟这个黑水真是一样的。转了音乐盒，鬼就出来了啦！换个电池。这有换跟没换好像没什么两样嘛。
哦，所以这个是，这有换跟没换没什么两样吗？这因为是试玩版，所以这个，所以难度调低了是吧？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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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底有没有在前进啊？我又被吓回来了，我又被吓回来了。哦呦，这跑步好像倒是跑得比以前快了啊！来的，我想怎么出去？啊，这个门，这个门。啊，试玩版而已嘛，这个电池就不用太紧张的喽，用力的给它开下去就对了。走走 ，Jessica， 杰西卡。哦，叫成这样干嘛？被狗咬是不是？你们有必要这样子一直吓人吗？哦，这个关门的音效也太 over 了吧！哇，什么？喂？哎，有没有人看清楚刚刚那是什么外国？什么东西啊？喂！啊！干什么东西的？不！这个打杀！哇！哦，哎呀！下次吧！试玩版也可以把玩啊！什么？这个！哇！哇！一拳超人是不是？一拳超人，这个一招就被他撂倒，这个不用玩了。跑！啊！又来了！火雷，这个是叶问是不是？我要打十个！哇！我打！被刀刺死的啦！哎呀，我还以为我这么霸咖嘞，原来是你们有拿刀。这个怎么搞？这个怎么躲？这个往哪里走？喂！这个！跑！哎呦，这里面充满了各种神经病哦！来了！走！往哪里？这边。哦，没问题了。啊，跑就对了啊。我快跑了，自己快挂掉了。我躲起来行不行？
为什么什么时候我这样子也被你抓到？我的天！喂喂喂，这里这里，这什么这什么这什么？电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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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没时间拿电池了，惊兆了、啊！安全了吧？安全了吧？啊！我躲我躲！来了来了来了！他来了他来了！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！你看不到我了啊！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，冷静点，冷静点！啊，跑快死掉了！哦，这个主角跑得快死掉了！到处都是，哎呦，蹲下吗？没事。我靠，大哥！你怎么那么会找、哦？你这个人是导盲犬吗？哎呦，不管我往哪里，他灯都会往我这里。啊哈哈！哎呦，这里可以跳，这里可以跳。哦吼！瞎吗？哎呦，又有人，又有人，到处都是。给我人哦！呼呼呼！又要来了！走哪里？走哪里？走哪里？走哪里喽？哎呦！啊！干什么东西？你们这个怎么每一个人都那么凶？食人族什么？这里？搞了这里呀、啊！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！哎呀，怎么到处都有人啊？到处哦！哎呀，这个是女的吗？这个？这个主角怎么感觉是比我想哭的样子？往哪里走？往哪里走？往哪里走？走走！冷静，冷静！哎呦，这可以走吗？跳过去，跳过去！哇、哦！哎呦，哎呦！啊，这个视线很不清楚啊，这个。哎呦！哎呦，越跑越快，越跑越快！哇，肾上素爆发！哇、哦！哎呦！啊！这个。哦，恶灵古堡嘛，这个，哦呀 ，Game Over， 收了呢。干嘛？啊？现在怎样？我玩完了是不是？这就是我的结局吗？不是吧？是我死太多次 game over 了，还是这个游戏已经被我玩到结局了？哎、欸，不过我刚刚这个，Here, let me try a version that can serve as an intro for the whole piece. Tell me when we're good. Okay, we're good. 2 weeks ago, 我刚刚这个感觉有点像是已经走到了这个。游戏固定要安排的这个剧情里面的啊，他说眼镜掉下来要拿眼镜了，正常情况有可能这样子吗？不可能嘛，所以一定是故意安排的，故意安排的吧。所以我再玩了一次也是重来的啊，所以呢，这个试玩版的这个 demo 我基本上应该是。
好的，看来我们这个试软版就到这边喽。